毕业都会大哭的。我们毕业典礼大概学生老师会哭在一起，抱一抱啊，哭一哭啊，然后是一种快乐，也是一种舍不得啊。那尤其是我，因为我也住在这里嘛，那每次我都会去注意他们到底还有一些行为是怎么样啊，还是会心里还是会的，尤其看到他们有时候，像五十届这一届哦，特别关心，我会特别的去注意他们的一些行为，那看到他们的学习都能。